英雄啊，就是星期五掛牌嘅，就係、是、一隻醫療嘅 AI 股嚟嘅。咁入場費就8212蚊啦。咁係已經截咗止㗎啦。咁係上個星期五截咗止啦。咁嚟緊星期五掛牌啦。咁就話第一隻嘅香港嘅 AI 醫療股嚟㗎。咁啊做一啲人工智能嘅醫療軟件啊、產品研發啊同埋診斷咁樣啦。咁啊未有收入嘅 B 仔股嚟嘅，但係收入咧唔係未有盈利啊，但係收入上半年就升咗6倍嘅。咁你覺得呢一隻如果作為一個中長線嘅部署，星期五掛牌之後，又可唔可以考慮吸納咧？其實？嗱呢一隻嚟講咧，就其實同微創機械人咧，都係咧相對上咧係香港嚟講咧係新啲嘅概念嘅股份啦，咁樣咁咧就變咗。如果你話咧作為一個嘅前景嚟到去考慮嘅時候咧，其實兩隻咧都相對上就會係吸引嘅咁樣啊。因為微創機械人就係講緊微創手術咧，就可以嚟緊就唔需要用人手嚟到去做手術啦，用機械人嚟去做手術啦。咁至於咧嬰童科技嘅時候咧，就針對翻咧係呢個視網膜方面嘅一個嘅早期診斷啦，咁咧就配合翻咧一啲嘅相應嘅治療嘅安排喺度啦，咁樣咁就除咗係咧直接係同眼疾係有一個關聯性之外，甚至乎咧係糖尿病引發到咧一啲嘅早期嘅視網膜嘅問題嘅話咧，佢都可以做到一個嘅偵察嘅。咁變咗咧，始終咧就係內地咧嗰一個嘅糖尿病嘅病人，咁啊相對上都係比較多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呢一個嘅嬰童科技咧，佢嗰一個嘅業務嘅需求咧，其實傾向上都會係大嘅。咁同埋咧，亦都頭先 Wendy 有講到咧，佢已經係開始有一個嘅收入嘅狀況喺度㗎啦。咁啊，咁啊有別於咧好多個 B 仔股咧就唔好講有盈利啦，直頭收入其實佢個主業嚟講咧都未曾產生啦。咁所以咧，嬰童科技咧就變咗咧喺嗰個基本面上面咧係稍微比其他股份咧係會係高一線啦。咁啊，咁咧就但係咧就可以去留意翻啦。認購反應咧應該係咧遠比呢個微創機械人係差咁，咁變咗咧有機會咧就要可能睇翻咧就禮拜四嘅時候咧嗰一個嘅港股嘅氣氛係點樣樣啦。咁即係話譬如可能恆指已經企穩咗喺25500點樓上嘅時候咧，咁個氣氛良好咧，咁你喺呢個狀況之下嚟到去吸納咧，我覺得就會比較上係適合一啲。咁但係咧你見到都係浮浮沉沉嘅，又喺翻25000到25500點之間係上上落落嘅話咧，可能真係睇定啲先入市咧，就會比較好啲啦。嗯，好。